听说每个人每天平均会遇到47个不认识的人，但是遇见命中注定的恋人，几率却低于1/10000。何俊来了。小杨，你也太好凹了吧！主任叫你画你就画，薪水没有比较多。你不知道吗？叫醒梦游的人，梦的人会死掉哎。屁啦！嗨。嗨。抱下来。